我们现场正在操作的一个这个小型的工作呢，是将一片150瓦的莱德公司生产的太阳能板呢，将它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充放电控制器，以及我们特别为它制作的一个储能系统。这是一个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一台机器，是 UPS。啊，这个品牌是 OPTI 的，那我们再加搭配这个 OPTI 的充放电控制器，十安培的，啊，然后这样连接起来，就成为一套我们单片装的，单片装的太阳能这个小系统啊，可以供应一些简单的一些电力使用。